怎么了？我找你八圈了，我才找着你。怎么了？出事了？出事了。出啥事了？待会儿让我喘口气儿。我前男友要来了。我还以为有多大事呢，就是上个礼拜不是刚来了吗？不是那个。这回是那个前任前任再前任。你到底有几个前任呢？你能不能不追查我这具体数字啊？行，你坐下，我跟你说，你坐下吧。啊，你看啊，我跟他分手都好几年了，啊，一直没有联系。他今天突然给我打电话说今天要见面，你琢磨什么事儿？那有啥事儿？那也可能找你谈点。有啥事儿？我都知道有啥事儿。分手这么多年了，心里头一直就根本一丁点都没放下过我，知道吗？他肯定是啊，后悔了，抑郁了，痛苦了，痛不欲生了，知道吗？搞不好，哎呀，有可能向我求婚呢。那个大美啊，大美，你不用往下想，这种情况基本上不可能发生。赵刚子，你有点同情心行不行？我单身这么多年了，大家都知道，我孤单，我寂寞，我冷。大美，这我们都是挺理解你的，我们也想帮助你，但是这事儿上我们也帮不上忙啊。你能帮上啊？你能帮上忙啊？你帮我追我一回。啊！你这还不明白吗？一会儿他来，你当他的面狠狠的玩命的追我一回。那不行，那不可能。我追你，谁相信呢？我自己都不相信。我追你，除非我有病了。你能不能不老往我伤口上撒盐？假追，不是真追，假的都不行啊！你听着，我这样想有没有道理哈？啊，我们俩当初分手是他主动提出来的，我多没面子啊！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要让他知道，我金大美一直就没闲着。这个倒是实情，这些年你确实没闲着啊！你看大琴子不一直在追你吗？你能不能不提他？我有个好主意，这样，我给大琴子打个电话，我把他叫过来，我命令他在这儿玩命的追求你。你可拉倒吧，就他往那一站跟个狗熊站起来了似的，彻底没面子了。你让我有面，你长得好看，不行不行不行，颜值高责任就大，是不是啊，街坊邻居们？你这理由倒是挺充沛的。行吗？那你同意你帮我，你追我，让你嫂子知道可不得了。你怎么这样啊？我都跟你说多少回了，别天天跟着我，跟着我，老黏着我，我一点空间都没有，一天送八回花，烦不烦啊？怎么回事？你别跟我呀，大美，你好，你来了，哎，来了，好几年不见了，你还那样？是啊，你怎么样？我挺好。这位是哎，你好，大美的前男友是吧？啊，前男友，对对对，你好，你好，欢迎你，你好，谢谢谢。您怎么称呼？您是？我是。说。我啥也不是。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儿啊？我不就是说你别老黏着我们生气了？你看我们俩刚拌两句嘴，没事儿。是，你别误会，我不是。你又想说你不是我男朋友是吗？一生气就说气话，一生气就说这样的气话，多伤心，多伤感情啊！那行，那我就不伤害你了，我先走了啊！你站住！你今天这条腿要是迈出去，那就说明你爱我。我没迈，我没迈，你放心，打死我都不迈。这就对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不要动不动的就生气，你这样的话你伤感情。那个大美啊。你看我来的是不是不是时候啊？不，你来的很是时候。是啊，哈，哎，说实话，刚才这幕真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大美变化太大了，尤其是变得太温柔了。你是不是有点后悔了？但是我告诉你，你知道吗？世界上什么都有卖，就是没有卖后悔药的，来不及了。是那个那啥，那我先走了。你站住！你要是敢迈出那条腿，就证明你爱我。
得吗？我错了还不行吗？我以后不对你发脾气了。我错了还不行吗？不是，我错了，我给你道歉，你知道吗？你以后就可劲儿。我说哥们儿，多大点事儿啊？至于这么不依不饶的吗？男人大度点儿，你喜欢人家就该对大美好点儿，是吧？大美啊，我怎么觉得这话味道不对呢？吃醋了，继续刺激你，以后就拼命黏着我，我不烦，好不好？我争取尽量做到对你好一点。你要是这样的话，我将来就我不啊！大秦呐，大秦你啥时候来的呀？怎么的？我跟你说，大秦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是吧？赌你正是时候吧？不是，大秦，你听着，你别误会啊，你好好想一想。对，我误会，让我好好想一想啊。哎呀妈呀，脑子里有画面呢，受不了啊，想着我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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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跟你说，我擦，我的姐姐呀，我是男朋友。你上一边去。我不走。这位哥们儿，我看出来了，你也喜欢大美，对不对？我喜欢。肯定是。你谁呀你？我是那个，他是大美的前男友。男友？前的前的前前前前前的前男友。还有联系吗？翻篇了，翻篇了。翻篇了啊！翻篇，真没联系啊？真没有。那妥了，前辈。你说心里话，我和他，谁和大美最合适？身为前辈呢，咱得冒昧的说一句，你真不如人家合适。哎呀，大哥，我左房、右房、前房、后房，大姐。原来潜伏者在这儿呢，大秦，你误会了。大秦，什么叫我潜？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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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大秦，大秦，你看看哈，你每天都会有男人因为我而决斗，今天这还少着呢，平时更多。大美，你救我！你放开他，掐死了！你放开他！住手！好你个大秦呐，你欺负我老公是吧？欺负我老公，欺负我老公你！干啥呀？谁欺负谁呀？哎呀，赵刚子，给我抢大美！不可能，刚子不是这样人。你别听他的。不可能，我给你看，你看这啥？哎呀，咋回事啊？那个、你给我解释清楚，要不我跟你没完！我跟你说，大米，你放心，要不是这样人，那大美赶快解释。我跟你说，这个事情跟赵刚子没关系。听见了吧？跟谁有关系啊？跟他有关系。我呀、啊，就是你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说这么多年都过去了，你的性格怎么一点都没变呢？还那么能装，你起来！我知道你今天来是为了什么，分开这么多年来找我能为什么？我心里很清楚，没关系，不要再装了啊！有什么想法你直接说出来，也许我会考虑考虑。啊？考虑考虑，大熊哥，什么大熊？秦，大熊秦，你把熊给我去了！你大秦哥，其实我今天来真没别的意思，因为我要结婚了。啊？是的，我要结婚了，所以呢，今天来，我是专门给你送请柬的。我听大家经常说呀。两个相爱的人如果要是分开了，连朋友都做不成。但我就希望咱俩能成为例外。爱情虽然没了，但是我们还有友情，所以我希望咱们能够成为一辈子交心的朋友。闲聊着，
我找地方哭一会儿。其实都怪我，年轻的时候也没好好珍惜，尤其是大美啊，大美，大美，你给我那照片，当初给我的照片我还给你。大琴啊，啊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是不是真的喜欢大美？啊，你要真喜欢大美，你就珍惜大美，听见没？哎，挨啥挨呀，赶紧追去呀！啊，好好。哎呀，杆子啊，你是个好人呐，你那么你掐我一下。哎呀，行了，快追去吧。好的，前辈，大美交给我了。媳妇儿啊，明白了吧？我是办了件好事，我帮助别人。刚子，以后办好事能不能不把自己搭进去？这日子老子是怎么过呀？你放心，我下回再做好事的时候，我叫上你，把咱俩一起搭进去。去边去，走啊，回家炖肘子，肥而不腻。走，明白，放心，将爱情进行到底。